的。喂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是新北消防局。嗯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有民众啊，他妈妈跟两个小孩，2岁跟5岁都是确诊，但是目前小孩两个都发烧，但是因为中和区的卫生所跟卫生局完全都联络不上，但是妈妈很急，你们有办法先帮他？没有办法，是要先联络感控，不是说确诊很妈妈很急就可以过来。嗯，嗨，要先联络感控。你们的感控是不是？对对对， OK， 好，好，好， OK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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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本局同仁昨晚确实因涉案前往地检署自首的案件，昨日因由同仁主动向本局政风室表示，要对恩恩案的电话录音档案外泄一案做说明。经反弹后，该员表示他有外泄档案给一般民众的行为，且录音档案在媒体播出后，造成消防同仁隐私的曝光和纷扰而感到相当的后悔。该同仁表示，因电话档案属于应秘密的事项，他却下载并交给一般民众，才主动出面自首。本局对于同仁涉案后自首，已在受理后依相关规定受理，并尊重该同仁主动前往地检署自首的意愿。本局会负起保障同仁相关权利。本案经地检署检察官庭讯后，该名同仁已被请回。本案目前进入司法程序，本局会配合检方后续调查。该同仁有请本局代为发表其亲自撰写的声明，也希望各界能给予他空间，让他可以正常生活。有人特意借特定的事件，公布了我们医务同仁的电话攻击，骚扰了我们所有的工作，影响了我们及时可以联系救护，甚至把横向跟医院消防同仁的录音档来公布，造成我们第一线同仁的困扰跟伤害，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。我们看到侯市府团队现在正在无情的追杀吹哨者，我卓万廷一定全力捍卫吹哨者的权益。新北市政府，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子有用，因为人民一定会站在吹哨者这边。我要跟大家讲，从这一次他们那么害怕横向联系的这些录音曝光，就知道这当中有他们想要掩盖的真相。那我要跟大家说，我在取得相关资料之后，并没有提供给媒体，而这些资讯，我认为是新北市政府早就应该向全民大众公开的。拜托大家，给吹哨者力量，我卓万廷也会继续的奋战到底。